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刚刚提到了亲所恶，警未去，坏的习惯啊，要赶快剔除掉。那孩子啊，也不要让他形成坏习惯，不然就很难改。有三个犯人啊，同一天啊，被关入监狱当中。这个监狱长啊，很仁慈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啊，这三年呢、啊，都要在这里度过。你们有什么愿望啊？假如我做得到呢，我可以帮你们。”第一个是美国人，他马上啊，连想都没有想，他就说：“给我一包烟，给我一包烟。”第二个啊。是意大利人，意大利人给人的感觉怎么样？很怎么样？很浪漫，讲得这么好听，很好色。我们要求其实质，不要被这些言语啊晃扭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第三个啊，是犹太人，他已经犯错了。他深深啊给这个典狱长一鞠躬，他说：“我已经错了，不能一错再错，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一支啊可以通往外面的电话？”典狱长啊也答应他了。三年以后啊，监狱的门打开了，美国人冲了出来，他口里喊着：“火柴呢？火柴呢？我的火柴呢？”他三年来在想什么？因为他只要了什么？要了烟嘛，没有要到火柴，所以他三年就在那里发抖。哎呀，没有火柴怎么办？三年的时光啊，耗掉了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一个人的坏习惯会耗掉多少金钱，耗掉多少时光啊，还有耗掉了父母啊，还有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期许跟爱护，都会浪费掉。第二个是意大利人，门打开了，人还没有走出来，突然听到啊几个小孩的声音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呢，这三年啊，他又生了一两个孩子出来了。那我们就问学生啊，美国人比较惨还是意大利人比较惨？啊，诸位同修，谁比较惨？意大利人。那学生虽然才小学啊，他也很清楚，他说意大利人惨，因为啊，意大利人出来之后啊，除了要照顾自己的生计啊，还要怎么样？照顾小孩。那请问他有没有能力照顾？因为啊，他在做任何事以前呢、啊，没有责任心，不知道做了以后的后果。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啊，也跟这些学生讲，说你找对象啊，一定要找那个有责任感的，不能找那个、啊、做了不负责任的。我就点了一个男同学起来。这个男同学啊，平常呢做事不负责，作业也没写。我马上呢跟他说：“你不可以结婚哦。”哦，他就愣在那里。我说：“你连自己都负责不了，都照顾不了，你假如再去结婚了，又会害了对方，还会害了下一代。所以你一定要能够啊自己负责任了，才可以结婚。有没有听到？”我这一段话啊，他会记多久？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虽然我是讲给他听啊，事实上讲给谁听啊？讲给全班，给女同学了解到，找对象第一个要件是什么？要有责任心啊。那其他的男同学一听，哦，对哦，我也要有责任。所以我们确实啊，要抓住一些机会教育点、啊、把这些态度观念呢、啊，引导小孩子。
第三个啊，犹太人一出来啊，给典狱长啊恭恭敬敬啊鞠了一躬，跟典狱长说啊，这三年呢，我透过啊电话跟外界啊有很多资讯的流通，也做了一些投资啊，我现在呢已经有一笔资金了，往后啊我也会好好做人，感谢你啊对我的恩泽。所以三个人的抉择不同，三个人的人生啊也从此大相径庭。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人意大利人的事例啊，可以了解到只要养成坏习惯啊，对一生啊危害甚大。诸位同修，哪一些坏习惯不能养成？我们来思考一下。你们都习惯太好，都想不出来。哦，对，好赌，哇，这个不得了。还有没有？哇，对，酗酒。再来。哎，对，怎么是女生讲的？我们男生要有警觉性啊。还有没有？哦，现在这个也很严重。这个都危害甚大。好，这个好赌啊，不止啊会毁了自己，还会毁了什么？整个家庭。所以从小不能养成赌博的习惯。当然哈，父母不能啊演给小孩看。所以能不能打麻将？不然你小孩可能小学就学会了，那还得了？好，所以这个赌啊非常谨慎。再来，酒不可饮酒，饮酒醉啊醉为丑，常常喝醉酒啊自己会很危险。你看很多出车祸的都跟喝酒啊有关系。那不止自己危险，还会怎么样？危及他人的安危。所以很多酒后驾车啊还撞到人家的家庭里面去，造成人家生命财产的损失，这个很要不得。所以除了立法对这个酗酒啊有很严格的惩罚之外啊，更要紧的、啊、要从家庭教育教起啊，不然等他染上啊，纵使你罚得再重，他那个瘾啊还是忍不住。所以还是要慎于开始，从小啊不要养成这些习惯。再来，好色。所以少者戒之在色，而如何让孩子戒色，弟子规也有讲，斗闹场绝勿近，非圣书秉勿视。很多人很怕孩子到青春期之后会看到这些不好的刊物，其实啊你只要从小让他扎德行的根，他身上啊有浩然正气，当他接触到这些不好的东西啊，他马上会觉得不舒服，他就有免疫能力。所以与其你担心他以后，不如现在啊要把基础啊扎好。那我曾经在中学演讲，就问学生说色为什么不好，他们就说啊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这一把刀啊会伤到谁？伤到自己的身体啊，伤到一个家庭的安乐啊，还会伤到一个国家的什么存亡。你经营一个企业，假如这个色字没有放下，你的事业迟早也会怎么样？垮掉。那历史上啊，太多的朝代啊，之所以会灭亡，都跟啊好色有关。我们看到唐朝时候，唐玄宗还没有遇到杨贵妃以前呢、啊，创造了开元
这字啊，政绩非常好哦。遇到杨贵妃以后呢，从此君王啊不早朝，所以啊，让整个国家陷入非常大的危难，造成了什么？安史之乱，从开元之治变成安史之乱，差这么大。诸位同修，这个安史之乱啊，谁要负最大的责任呢？谁要负最大责任？哦，我们男士说唐玄宗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有学佛啊，就有理智，不会把责任怎么样。我曾经有一次演讲，很远的地方啊，有一位男士说：“杨贵妃，色不迷人啊，人自迷。”所以安史之乱的因在哪？缘在哪？果在哪？因啊，在唐玄宗没有把色断掉，缘才是什么？杨贵妃啊，才会结这个恶果。所以当尧帝、舜帝遇到杨贵妃，也会安然无事，因为没有因啊，恶缘也不会现恶果。所以我们就要很谨慎对待，绝对不能啊，因为这个色啊，毁了家，甚至于啊，毁了团体，毁了一国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赌，现在这个赌啊也相当严重，这个一染上啊，都很难戒掉。其实人为什么会去吸毒？找刺激啊。那人为什么想找刺激啊？为什么？内心啊空虚，所以人很可怜的，从小成长内心就空虚，缺乏家教，缺乏关怀。所以社会的问题啊，要想根本解决，都必须回归到家庭的教育，家庭的一个成长，这才能根本解决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也同时要让孩子能够明辨是非好坏、善恶的理智。所以这个《弟子规》啊，一定要赶快学才行，不然人生过程啊，这么多诱惑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会倒下来。好，所以亲所恶啊，谨畏去；那亲所好，要力畏惧。父母希望我们身体好，父母希望啊我们家庭圆满，有种种的希望啊，我们都应该尽力啊去做好。而要把这一些父母所期望的事做好，还有要有一个根本的要素，必须排在啊人生生涯规划的第一位，就是啊自我成长，就是要开智慧。因为唯有开智慧啊，我们才能够去让父母这一些期望啊能够圆满。假如你没有智慧，没有正确的认知，能不能把身体照顾好？很困难。假如你没有智慧，能不能把孩子教育好？也很困难。没有智慧啊，也很难事业能够啊长治久安，能够啊一直保持兴盛。那诸位同修，我们从大学，从学校毕业以后，你每一天呢、啊、固定学习一个小时的举手，有没有固定哦？
学习一个小时。智慧是最首要的哦，结果我们的学习啊，可能把它排在后面去。所以要知所先后啊，才能把人生啊经营好。那诸位同修，你们都没举手，我很了解，因为你们都有中国人的美德，就很谦虚，做了都没举啊。好，所以首要工作啊，一定要赶快开智慧，自利利他。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德有伤，贻亲修。所以身体有损伤啊，父母会担忧。有一个孩子，那一天啊写日记，他就写了：“今天我感冒了，我很难过。不是因为感冒很难受，而是因为感冒啊是不孝。”所以我很难过。你看哈，有学经典的孩子哈，思考就不一样，因为他没有做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那这一句啊，我也做得不好，在这里啊，跟诸位同修呢，这个道歉，因为啊，有很多的同修啊，都非常关怀我。每一次看到我都皱着眉头，蔡老师你多吃一点吧。那我也要亲所好啊，力为己，这样才对得起诸位同修的关怀。而我在这一年多的讲课过程呢、啊，记得去年的七月份讲第二场五天的课，讲到第三天呢、啊，已经快不行了。第四天啊，睡了一天，第五天继续讲，那个是啊七月份的状况。结果越讲越怎么样，身体越好。所以本来那五天讲课下来啊，是差不多讲十多个小时，后来啊到香港录影啊是讲40个小时。所以我们啊要对佛法有信心，财布施啊得财富，法布施啊得智慧，无微布施啊得健康长寿，真实不虚。我记得我在七月第一场讲课，刚好有老师啊是从前年十月份啊跟我接触过，只听过我一次演讲。后来事隔啊10个月的时间，刚好我在海口办了5天的培训课程，那我就问这些老师，我说我前年讲课啊跟现在讲课啊一不一样？这些老师啊连想都没想说差很多。我在想说前年啊不知道讲的有多烂。所以确实啊法布施啊才能提升我们的聪明智慧，越施越多。所以当初我到海口去啊，杨老师跟我说，你啊3个2个啊都去讲，只有桌椅板凳啊也怎么样也照讲。所以杨老师就派给我一个任务，你就先讲300场，其他啥事都不用管。我就这样，这个下乡去啊，一有机会啊，我们就去讲。所以后来很多老师啊，他就说：“蔡老师，我怕我讲不好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很简单，先讲300场。”自然而然啊，在这个无形当中啊，就不断提升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啊，身有伤，贻亲忧。要时时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德有伤，贻亲修。我们的道德有损伤啊，父母啊会非常难受啊，觉得啊很蒙羞。所以小时候我们最怕听到一句话，
就是啊，你怎么这么没有家教？这一句话一讲哈，我们马上会立正站好，不敢造次，因为啊，生怕自己的行为啊有辱父母。当我们有这一份存心的时候啊，德行就不会偏颇。要时时想着，父母这么不容易啊，把我们拉拔长大，我们应该啊定位啊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啊，以显父母。这个大孝显亲啊，绝对不是等父母走了再显亲。只要你尽心尽力啊，跟你接触的这些亲朋好友都会很感谢你，而这一些感谢的声音啊，传到你父母的身旁来的时候啊，他也会非常安慰。而我们的行为除了不能让父母蒙羞之外啊，也不能让我们的国家蒙羞。所以这个宜亲修啊，这个亲啊，我们要再扩大看，不能啊让国家蒙羞。在网络上有三则报道，第一则啊是在巴黎的圣母殿，巴黎圣母殿呢、啊，它的门口写着一行字，用中国字写的：“请勿大声喧哗。”为什么用中国字写？写给中国人看的、啊。我在一个酒店里面呢、啊，讲这个课的时候，底下的总经理就说了：“对对对，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啊，外国人站在那里看名画，我们马上挤到他面前去。”啊，结果那个外国人马上，哎，就走了。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啊，都可能造成国家的蒙羞，谨慎啊。第二件事啊，是在珍珠港，美国珍珠港，垃圾头上写了一行字：“请把垃圾丢在此。”也是用中国字写的，代表中国人走到哪就怎么样。我们有一次到长城去啊，那一路上呢，我们的老师啊就一边捡垃圾，突然有一个外国人啊拿起相机啊，把这一幕啊拍下来。为什么他要拍这一幕？哎，他觉得很稀有啊，中国人在捡垃圾，所以我们把好的做出来啊，才能够让国家名声越来越好。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啊的一言一行。第三者啊，是在泰国的皇宫厕所里面啊写的中国字：“便后请冲厕”，上完厕所要冲。这三个习惯啊，应该什么时候教啊？从小啊。那诸位同修，你去过巴黎圣母院吗？你去过泰国皇宫吗？您去过美国珍珠港吗？可能去的人不多，能去的都是什么人啊？很多留学生。有没有一个农民每天在那里耕田啊，三餐温饱的，可以跑到那里去的？没有，都是留学生，都是很有财富、很有地位的人，结果他们却连这一些基本的礼仪都不懂，规矩都不懂，所以教育啊，出现大问题，做人做事啊，严重缺乏。那孩子听完以后啊，就说了：“我们把它擦掉。”把那些字擦掉。老师接着引导：“怎么擦？你做坏事啊，人家用嘴巴在讲，你能够把它捂住吗？
你能够污多久？所以我们要用德行啊，把这一行字擦掉。所以诸位小朋友，好，当你呢在公共场合，在机场里面都很有规矩，不会大声喧哗，人家外国人一看，哇，这些中国的小孩都这么有规矩，你就一点一滴啊，把这一些字怎么样擦掉了。所以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啊，把这个羞耻擦掉。好，那我们出外办事啊，也都代表团体，甚至于啊，我们也代表道场。所以当我们的行为不妥的时候啊，可能让公司啊，让我们的道场啊，都蒙羞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啊，时时刻刻啊，都会谨言慎行。因为一般的人到了一个团体啊，他对这个团体还没有很深的认知，他是从哪里来认识这个团体？当然是从这个团体里面的一言一行。所以今天我们代表团体啊，接电话也要啊恭恭敬敬。假如接电话很怠慢的时候，可能把团体的形象都怎么样搞砸了。所以这个不止破坏了团体的形象啊，更严重的可能断了众人啊来闻佛法，来接触善知识的机会。那这一个就很严重了。所以在团体当中，在道场之中，我们每一份子啊都是最重要的门面。当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得当，都是佛的好学生，相信啊也透过我们的这种团体气氛啊，会让更多的人欢喜的来听闻佛法，熏习佛法。好，所以德有三，宜亲修。亲爱我，孝何难？亲憎我，孝方显。所以父母啊，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，那这个时候啊，孝呢，难度就不是很高。但是假如父母啊，对我们比较啊，态度不好的时候，那你时时刻刻啊，只想着念恩啊，不念怨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养、修为，真正的德行。所谓恩欲报，怨欲忘。假如今天父母对我们的态度不是很好，我们马上呢就对父母态度不好，那其实啊就把恩情啊，把亲情当作交易了。你对我好，我才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就对你不好。这个是世间的利害对待，这不是德行的对待。所以唯有德行啊，才能转化整个家庭的气氛。所以在古代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孝子叫王祥，我们都听过王祥破冰啊，因为他母亲啊比较早去世，父亲啊娶了一个后母，后母呢视他为眼中钉，因为后母啊自己又生了一个孩子，也就是王祥的弟弟王览，所以对王祥啊也百般刁难。对一个孩子来讲啊，这样的际遇啊是相当艰辛的，但是他念念啊并没有抱怨，反而都想着啊，你怎么样做啊才能够让后母欢喜。有一天冰天雪地啊，后母说啊想要吃鱼啊，
那整个河都已经结冰了，怎么会有鱼可以奉养呢？所以王祥啊，到了河上啊，也是无可奈何，自己啊，就喊着母亲啊，希望啊，能够有奇迹出现。由于他这一份啊至诚的孝心呢、啊，所以这个冰啊也裂开了，跳出两条鱼啊来供养。所以真诚的心啊会有感应了、啊。后母啊不只是这一次的刁难，平常还交代他，果树啊，树上的果实不能掉在地上，掉下来啊就要处罚你。所以每当下大雨的时候啊，王祥都啊冲出去啊，抱着果树啊痛哭啊，希望果树的果子啊不要掉下来。那也确实啊，至诚感通啊，果子也没掉下几颗。那后母对王祥的虐待啊，不止在小时候，到了成年啊，娶了太太了，他的后母啊，对他还有对太太啊，还是一样啊，非常严厉。但是他的兄弟啊，王然呢，对兄长很尊敬。每一次母亲在惩罚大哥的时候啊，弟弟就会走过来，也带着他的太太啊一起来帮忙，化解了很多的危机。王祥的道德学问啊日渐提升，名声也越来越好。他的后母啊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，因为他名声越好啊，可能往后他的名恶名啊就昭彰了，所以就在酒当中啊下了毒，要给王祥喝。结果他的弟弟发现了、在情急之下冲过去呢，把毒酒啊夺过来，当场就要喝下去，要喂啊哥哥去死。他的后母看到这一幕啊，马上就把这一个毒酒啊打翻。他的后母啊当场也很忏悔，我这样啊时时啊要置他的兄长于死地，而他的弟弟啊却宁愿啊为兄长而死，这样的兄弟之情啊感化了他的后母。所以当场啊后母啊还有两个兄弟啊抱在一起痛苦。所以唯有德行，唯有真诚啊，才能转人生的恶缘。后来王祥跟王然啊都在朝廷当官，有一位大官啊就送了一把家里的镇传家之宝，一把宝剑啊送给王祥，告诉他拥有这一把宝剑的人啊子孙一定会非常的发达荣显。结果王祥接到这一把宝剑呢、回去之后马上就怎么样，又送给了他的弟弟。所以史书上记载啊，王祥王然的后代啊九世都为公卿，都是当大官。所谓啊上行下效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所以亲憎我，孝方贤。我们只要啊念念能够珍惜姻缘，念念能够啊念对方啊对我们的付出，相信这一份德行，这一份真诚啊一定可以提得起来。那我们这个亲憎我不只是父母啊，我们可以延伸到一切的众生。所谓一切男子
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而且啊，冤家宜解啊，不宜解。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啊，去面对一切的恶缘，相信啊，也很快啊，能够化解掉。而这个恶缘现前呢、啊，这个面对的定功啊，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练，不要呢，一见到他的时候才拼命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可能啊，到时候会控制不住。我们可以在家把这些恶缘，这些跟我们比较不融洽的朋友啊，把他们的照片怎么样供起来，每天啊至诚的祝福他们，至诚的、啊、感谢他们给我们的一些磨练跟考验。好，当这一份至诚心啊在平常呢就已经形成了，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啊，你也会非常亲切，非常客气。你这样的态度啊，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啊，他自己会觉得对你啊很不好意思，甚至可能啊来跟你道歉，以前啊是我做的不好，对你啊有些失礼。所以这个缘啊，我们要尽力啊去化解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，亲有过，预备七，亲有过，见始根，疑无色，柔无声，见不入，越复见，豪气随，怕无怨。这个见啊，是劝诫。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去劝诫。那这个亲啊，我们也可以延伸到五伦关系。所以除了父子关系以外，君臣之间啊，当领导人有过失，我们也是有本分啊，要去劝诫。那夫妻、兄弟、朋友啊，亦如是，这都是我们做人的本分。所以《孝经》里面有提到啊，天子有正臣七人，一个治理天下的天子，只要有觐见他的大臣有七个人，虽无道啊，不失其国。虽然他对于治理国家啊，他并不能够啊以身作则，很有德行，但是最起码他能接受别人的劝诫的时候，不会把国家治乱。诸侯有正臣五人，虽无道啊，不失其国。大夫有正臣三人，虽无道啊，不失其家。事有真友啊，一个读书人啊，他旁边只要有肯劝诫他的朋友，择身啊，不限于吝民，他才不会做错事啊，把一生的名誉啊都毁掉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您身旁假如有肯劝你的朋友，你要把他当什么？当宝贝啊，要常常感谢他对我们的建议啊。但是容不容易做到？闻过怒啊，闻欲乐啊，就会造成损友来拍马屁的都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能够训练到闻欲恐，闻过心，质量是见相亲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啊受教的态度，受教的雅量啊，才能赢得这些正直之士啊来帮助我们。所以父有真子啊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父亲啊有肯劝他的孩子，他才不会做出啊犯法的事，做出啊太偏颇的事情出来。所以为人子啊，要时时啊懂得
规劝父母，也是规劝这个五伦的角色。那诸位同修，你们劝人的经验呢、啊，成功率怎么样？高不高？不高哈、哦。当然哈、哦，假如你劝一次他就听哈、哦，他一定不是普通人，是什么？可能是缘冤呐、啊，转世了。所以劝人啊，也必须要、啊、有好的方法，好的态度。好，我们不能劝人家不听呢，啊，自己还气呼呼的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还对着别人说，那个人啊，真没有善根，一禅体，这样就不大好，因为啊，行有不得啊，要怎么样，反求诸己啊，人家佛陀连十恶不赦的人都可以劝得动了、啊，那我们也应该啊，要效法。要学习，所以在《中庸》里面呢、啊，有一句教诲很有味道。孔子说啊：“色有似乎君子，色见呢、啊，很像君子之道。失诸真骨，这个真骨是指色见的目标。反求诸其身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今天我们色见一色。”没有射中目标，突然就说这一支箭是哪里出产的，怎么做的这么差，然后又说这一支弓是哪里做的，怎么做的这么烂，都把责任推到哪里去了，推到弓箭上去了。所以我们啊，面对很多啊没有办法成就的事啊，首先要反省自己的态度，反省自己的方法是否有不得当之处。当我们能时时这样反省啊，必然会有很好的方法会出来，而对方啊也会被你这一份真诚心啊所感动。所以劝跟谏啊，还有向我们教导学生，都应该啊，先建立在一个基础上。信任的基础上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说啊，君子信而后谏。朋友要相信你之后，你才能够劝谏他。不信啊，还没有相信哦，不信则以为谤己也。假如信任还不够啊，你马上就指出他的缺点，他内心会不舒服啊，他觉得你是不是有意啊毁谤我，找我麻烦。所以必须建立在信任之上。那我们到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，能不能啊工作第一个礼拜，然后到老板的办公室跟他说，老板，我看出你有十个问题，十大罪状，马上一一跟他说，然后还跟老板解释，我这个人啊就是很正直，你要会欣赏我。好，老板听了以后啊，脸都怎么样？他会说很感谢你，你下礼拜不用来了。所以到一个新的环境啊，绝对不是先讲话，要多看多听啊，多学习，少说话。到新的公司如此啊，嫁到夫家去亦如此。所以媳妇假如嫁了第一个礼拜呢，就提了一大堆意见啊，婆婆会怎么样？她说你比较厉害，你来做，那关系就打不好。好，应该啊多看多听多了解。整个家庭的习惯，好的呢肯定，不好的、啊、慢慢善巧方便再来转化，这样才会啊皆大欢喜。所以对朋友也是这个样子，都一定要先啊建立信任。
而如何建立信任呢？必然啊，我们要懂得啊，多付出，他就会欢喜。很多人啊，他很热心，很喜欢帮别人，很会付出，但是啊，朋友看到他呢，就赶快跑，告诉他你不要再帮我了，你不要再照顾我了，觉得很受不了。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啊，做得要死的人啊，很可能被人家闲得要死。有没有这种现象？因为你做的太多啊，可能造成他的一些压力，你要给他一些空间啊，不然呢他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我们付出啊，应该要针对他的需要去付出，他就会很高兴。而如何能够啊了解人家的需要，要善于啊多观察。多接触，多观察，自然能够了解到他的需要。诸位同修，现在啊家庭里面呢、啊、家庭小孩教育特别重要。所以你只要去拜访朋友啊，都要拿一本什么弟子规，都会是他们的需要，保证。那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啊，也可以针对需要。当我们对父母很孝顺，那他们最欢喜，父母对你的信任呢就一直提高。再来君臣关系，你每一份工作啊都尽心尽力做好，上司对你很放心啊，那你也满足他的需要，他对你啊也会很有信心。所以夫妻如是，兄弟朋友亦如是，甚至于啊我教书啊师生关系亦如是。因为学生假如不信任我啊，我讲的再多道理有没有用？效果不大。所以记得我第一年啊带导师班，因为他们上一年的老师啊调走了，那上一年的老师啊跟他们的关系啊处得不是很好，所以当我站在讲台上第一天见到他们啊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啊都怪怪的啊。所以有一个女同学的举手，她说老师你会不会打人啊？我们要听是冲啊，从这一句话听得出来，孩子对老师怎么样？很有戒心呢。所以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啊，就要把这个情况呢转化掉，要让学生啊信任我们，所以要满足他们的需要。我就观察到啊，他们差不多10点多，肚子就很容易饿，因为正值发育期。所以我在我的抽屉里面啊，时时都会放着饼干，而且这个饼干哈、啊、还不是10大垃圾食物，都是那个天然烘烤的胚芽饼。所以啊，学生呢只要到10点多呢，一定会走到我的讲桌旁边，然后对我说：“老师。”好，然后我们就听懂了，好，马上把饼干啊拿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不能笑。这时候要很严肃，只可以吃2片，吃多了中午就吃不下饭了。所以学生啊，一点一滴啊，就跟我们越来越接近，这个叫收买。只要我们的动机啊，是为对方好就对了。那刚好啊，我就想说呢，多替他们付出一点，所以我就决定啊，每一个礼拜啊，煮一个点心给他们吃。所以我去买了一个电锅啊，放在学校，每个礼拜五啊，就开始做点心。记得第一次做啊，做的是芝麻红豆汤圆，肚子都饿了。结果
第一次做完了，打开来呢，香气逼人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出现了。很多的孩子啊，很有气节，不被收买。哦，那很多孩子一闻到啊，就受不了，就跑过来了。差不多只有一半的学生吃，所以啊，我们要赢得别人的信任哦，还要有耐心，因为日久啊，见人心。但是啊，前面跑过来这些哈、啊，还要求吃第二碗、吃第三碗的，啊，这一些学生很重要，因为啊，你把他找过来以后，问他什么，他就讲什么。所以这一些讯息一收集来啊，对于学生的整个家庭状况、学习状况啊，就会有了解。你的了解越多啊，才能够因材施教嘛，所以要看出发心。结果后来啊，我煮了三个礼拜啊，我在想说，我继续煮下去一定会把我累死，所以我就突然啊起了一个念头，就跟学生说，我说老师啊，这几个礼拜啊，示范一个人生重要的态度，叫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人要懂得服务别人，老师现在把这个很好的机会啊让给你们。哦，结果啊，学生里面啊一定会有很热心的人，他马上就举手，就带动其他的人啊来付出。好，我就赶快找一个学生，来来来，把这些同学的名字记下来啊，下一个礼拜啊这位同学啊，下下礼拜啊那一位同学，我把这个工作啊交出去了。无心插柳啊，柳成荫。当我把这个工作做出去啊，却是让孩子啊磨练做事能力的好机会。所以第一个学生啊就过来找我了，因为呢要跟我请款。这个时候我就马上跟他讲，哦，你去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，一定要啊留下记录，这样老师才知道啊你花了多少钱。那这一件事啊就让你全权处理啊，你需要哪一些人帮忙啊你都自己负责啊，你需要老师帮什么忙呢你也要交代我，老师这件事都不管了。但是啊我们也把做事的方法告诉孩子说，你要啊主办一个活动，一定要从几个角度啊去思考，你才会知道啊要备足哪一些条件。就告诉他们要五个 W 啊，两个 H， 这是西方管理学，我们也要啊博览众长，跟他们好的部分啊也要学习起来。这个五个 W 啊是指人、还有地点、会啊、时间、混，再来坏，好，为什么？就告诉他你要做这件事需要哪些人帮忙，你要把它列出来。好，再来要做这个点心啊，需要哪一些材料，都把它列好。你都列好了，你就清楚啊，啊，一步一步啊，怎么做？那当然哈，做任何事以前呢，动机很重要。坏，为什么要做？今天为什么要煮点心？要让同学吃得欢喜，所以一定要煮同学喜欢吃的，而不是什么自己喜欢吃的。就像啊，我们在推展读经教育，也要了解为什么要推展读经，目的在哪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假如目的不搞清楚啊，可能走在半路上啊，走到另外的歧路去了都不知道。诸位同修，我们推展读经的目的在哪？在哪？这个很重要哦。很多人推到半路上啊，
都会以为啊，哦，学生可以背那么多经典，真的不简单。背的多啊，不是目的啊，真正的目的啊，是能够依照经典啊去落实，去学会做人做事。所以增长德行才是推展读经的真正目的。当一个人对目的越清晰啊，他就不会啊走偏了。相同的，我们经营家庭啊，认真努力，好，经营事业，经营财富，目的在哪？在让妻儿啊，父母啊，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。但是往往我们走到一半，变成在追逐什么？金钱游戏了。所以这个坏啊，也是特别重要。再来，你在什么地点煮这个东西，或者在什么地点啊，去买到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个会嘛，是时间，什么时间开始做。所以第一次啊，刚好学生就打电话到我们家，我的父亲接的，他说麻烦通知我的老师啊，带一个瓦斯炉来，那个很轻便的瓦斯炉，我就背了一个瓦斯炉来。那因为我已经交给他全处理了，所以他要求我们带来，我们要做，背了一个瓦斯炉。结果学生忙得不亦乐乎，所有的人都不会的人也过来学习。有一次做蛋饼，结果拿过来给我，老师给你吃，学生拿给你吃，你怎么样？你说哇，好高兴哦，想到我。不只要这样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。我马上跟学生讲，除了想到老师以外啊，还应该想到谁？学生若有所思啊，就跑出去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跑去哪。好，结果后来啊，我的学生啊，就在全校啊跑来跑去，然后了解到啊，他们是拿去给啊隔壁班啊，还有同一个年级的老师吃。有一些学生啊，还拿去给他以前的老师吃。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打广告啊，全校都知道我们在干啥。然后隔壁班有一个女老师啊，就走过来，她说这个蛋饼是谁做的，做的这么好吃，来来来，把她叫过来，我问她一下。有一个胖胖的小男生抬头挺胸走过来，老师我做的。你看他在做事当中啊，自信心怎么样，慢慢提起来。所以我们当初啊，让孩子来做这件事啊，却没想到啊，孩子在这个当中啊，训练了做事能力，也训练了做人的态度。而因为啊，常常都送食物啊去给这些老师吃，所以跟隔壁班啊，跟很多学校的老师啊走得特别近。所以本来我们班的学生啊，对老师是比较冷漠。后来这个活动办下去以后啊，学生远远看到这些老师啊，手就举起来，老师好。所以让他们呢，对于老师，对于长者，都变得有礼貌，懂得恭敬。好，这边要补充一下，两个 W 啊，是 How to do， 如何做，要去规划。还有一个也很重要，叫 How much， 要多少钱。从小训练他们财务规划，怎么样去评估啊预算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课啊就先讲到这边啊，谢谢大家。